给我们 QO 一个。耶！欢迎。在大象跑步这一关，梅队派出一位代表，在游戏开始时要先转五圈，之后再越过四个障碍。只要在限时内能顺利过完四个障碍，并且所剩的卫生纸也在标准的长度以内，计算获胜啦。等一下呢，每个人前面都有那个卫生纸，然后就不能够弄断卫生纸，而且呢，我们大家都有武器，所以可以把人家的卫生纸射断是最好的。你们不要现在就开始，不要浪费水啊！想不到平时大便只是拿来。今天有这样的用途，今天我们要保护它。剪刀石头布。耶！我已经跟他讲了，我已经跟他讲，你每次都出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一下我自己的哇，我每次把剪刀石头布第一个就会出布的哇，怎么办啊？所以呢，是成为队先开始比赛，然后美心队负责在旁边攻他们。好，马上开始。哇！我们这个真的是什么来的？这是躲球攻还是僵尸啊？丢打，正常，正常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游戏了，数到三声就马上开始了。来，2、1，谁打就没脸。有时候啊，输也不关我的事，是有时候运气还有一些队伍的连累了。姐，好靓仔啊！我爱你！还有风，可以走快一点嘛？好，双尾队换一分，那现在就看接下来是谁。接下来，你这个我算是我，我也是分吧。因为他很不想玩，他讲，我要看你们玩，我要看你们玩。所以我们现在给他玩第二个，来。好，第二只大象应该是美女，你看这大象，你看。还有风吹 MV 啊你。好，那开始啊。OK， 来，3、2，没位置，开始。小心。一。真漂亮，真漂亮。不用怕的，不会断的。3。不要追他，他不会断的，他不会断的，敢的。刚才你拍 MV 用太多风了。OK， 慢慢。OK， 小心啊，小心啊，走。小心右边。在干嘛？这里看，可是问题是你把那只棒弄倒了，不啊，跟你粉丝没有关系。你要拿那只棒来签名是吗？啊，双尾队呢，在这个回合没有拿分数，所以接下来第三个就到 Orange。我们刚才都没有打中人家的直径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的策略就是拼命的射。对，两个图左边上，两个图右边上，上面图这边上，是不是？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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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队里面最笨的一个，所以我很适合玩这个游戏。所以他名字叫做大笨象。他准备3、2、1。啊，这个不用怕弹了。3。
真正的大龙虾。老哥，你知道是不是做过手脚这个东西？刚才你还叫我示范这个螺旋拳的。我知道了，他刚才跟你绑的时候呢，应该是把这个裂口撕开一点点，所以刚才你一转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断掉。对。对为什么天没眼？好，一战而胜，赢了了，赢了。洋洋得意的人走过来了，跑过来。喂！我没有射到，很不甘愿，来。我没有看过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就轮到我们的 Kill。我要慎重的警告我的队员们，比赛你们不要再输了，我警告。怎样？这派就是我怎样？好，来，3、2、1 ，Go！ 快点，4、5。手不要太大力啊， okay， 这样慢慢来啊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手不要握你的鼻子啊。你对在那里，往里面，往里面。加油！我就说你好耶耶，人家嘛又怎样？我希望你这一次能够为我们中文队再加一分。我是菲菲，我是沙滩小公主。我希望你这一次能够为我们中文队再加一分。我是菲菲，我是沙滩小公主。3、2、1。他们是我们的队员。成为队也获得了一分耶、yeah， 好的，美心队现在呢，美心队派出第一只大象就是耶、yeah！ 我们现在一定要有气势，我怕了，是这样的，帮你爬呗，你要对啊，对啊，3开始，我要听跳海！你做什么？今天没走。
A 模提出，你看是试到段的了。接下来要拍出的是，由于本人啊肥啊，然后啊想要宽一点，上面可以挡到水。对，对我相信你。Go， 那做的怕挡水。我才不怕他们，但是我比较怕John肥一下。对，但是其实我有点担心，因为他很会流汗，然后他这里已经有很多汗了，所以我觉得废话少说，快点开始，加油，John加油，准备。挡住所有的水，我比较担心呼啦圈的部分，他阿娟小心，不要踩到你的地球啊！耶，过了，过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快点，快点拿，快点拿！一点事都没有。接下来为你介绍年度最新的那个秋冬服饰，就把围巾戴在头上，就像这个样子，然后头上呢再绑着一条那个头巾，就有点像印度人在家不知道什么的戴的。所以美心队又多获得一分。下一组到美心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别看到我，谁呀？我很怕，不过围做一个好的大象。耶，开始喽！加油啊 ！OK 的好，你应该不会像我这样下输的。哎，你不要像陈慧娴一样好不好 ？OK， 不知道哎。来，大象跑步，三二。头晕呢，在哪里啊？哎，小心哎，小心哎 ，OK， 过过过过过，快过过过过，好漂亮的，好简单啦，哎呦，小心哎，小心，我现在没做脚，哎呀，啊，没在，还没，没有，哇，哇。所以你失败啊？为什么？最后一个是要这样的，你这样子。什么？我们再来看一下。算过不算？算输啊？没关系的，但是我们都是两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两分。他们也是两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位。小花。韩文文呢？我们。你讲你们会过啊？啊，这是快要绝种的那个小小象，马来西亚超小象。大象跑步，一二三，一，小心小心。四，过你的鞋子走，过鞋走。OK， 好，走，慢走。哎，小心哎，背向他们。对 ，OK， 高高高高。旋转跳跃，哎，背向了。加油加油，你那个会扯到下面。OK， 跳过，这个很难呢。有一点危险啊！有没有看到他们不是用水枪的，他们直接用水来泼。他们直接水泼的，很不公平啊！弟弟，他们是用这样子直接这样子泼水的，不然我们小小凯文啊，怎么可能输呢？对啊，但是不用紧，我们刚才已经拿了两分。在这个环节呢，总共得了两分。好，我们马上进下一个游戏。来到气在头上这一关，两队派出一男一女，女生戴上设有气球的安全帽，气在男生的肩上。两队的女生将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，只要其中一位女生打倒对方的气球，计算胜出。气球打下来呢，你就成功，欢迎吧！欢迎！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胜利了，陈伟队就派出了陈伟队长艾米耶，然后美心队派出了就是 Ken 还有阿勇，现在就要决一死战了，所以准备好了。锻炼我自己的身体啊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吃到它？它有点重啊！
跟我讲，陈家进去前面一点啊，算了啦。没有啦，他狼的时候是在某些时候而已。OK， 所以车尾哥欢迎吧，耶！接下来就到你是狗来呀！这对情侣一定很有默契的了，不用怕了，我们。你记得你们上次欠他几百万还没有还吗？我错，所以我们宁愿不要还了这几百万。我们要气在头上。你够气了没有？好，开始。刚才两颗球都跌在这个海上，只不过是粉红色的先跌上来了，所以双尾哥又画一颗。那今天呢，就到我还有 Orange， 还有我跟美心，我要把你喊快乐可以走哦，我啦，我们主持人的对决。那由于主持人都很忙，所以是看由我来主持，我顺便公布成绩，我们赢了。你就是啊，是没有。好了，现在很紧张哦，势均力敌。因为呢，大家都成绩都一致，所以呢，这一局谁赢就哪一组赢。耶，加油啊！玩得好啊！你游泳游到好玩吗？得了，得了。OK， 我们退后两步。气在头上，开始。抢分数，对，但是我们最后一分果然是被 Orange 搞烂的，是你啦！耶哈，大麦哥，我们的大惩罚出现了。然后在惩罚之前呢，先讲一下今天的总分数是陈伟队九分，美心队十分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也是我的错。有时候一分之差了，但是惩罚还是要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这个惩罚有一点恐怖呢。阿妈教龙鱼眼明目啊，以形补形啊，对，以形补形，吃眼补眼，鱼眼刚刚好，我们算很准的，一人一粒啊，没有偏心，所以来，来汤子喜，加一分好吗？啊！你不要放在我的手！我眼睛很大，他眼睛很大啦，大眼妹来了，大眼妹，我真不敢看到，那快拔起来。有很多岩石的感觉，我手上没有岩石啊！其实我们同样有好消息要给你们啦，你们想听的好消息才吃，还是先吃了才听好消息？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息啊舒服一点。好消息就是 ODM 还是会送你们手表一只，至少有一个安慰啦。给你们一个心安啦，接下来就是去吧。耶！哇，很新是不是？很新，有那个信心担当这样，真的也有欣慰啦。可以做什么事啊？哦，东西啊！啊，我平常我坐火车这么久都不敢吃鱼眼，你知道吗？吃鱼眼好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是狗？他也是美食节目的主持哎。今天是另类的美食啦，另类。哎呀！快点挂！他在抓。走啊！装酷，其实我三秒是这样子，我没有偷啊，我不敢偷看还有没有，那感觉很恶哎，来大家看看还有没有，你不要害我们，快点吃进去，对，大家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我不要，啊吞了，吞了，春天，好啦，很有勇气啦，因为。味很重啊 ，Superstar，Superstar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翻滚够好玩算是成功啦。然后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嘉宾，好，谢谢三位来客。那下星期我们有不一样的翻滚够好玩，所以请你们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翻滚够好玩。
青春，马上结婚，跳跃的灵魂，快乐不必等，悲伤都站不稳，忧郁是过期的新闻。游戏就像人生，需要天分，准备好的人不需要顾问，翻转日月星辰，不让失败来敲门，一切毫无疑问，我就是100分。出发，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撒野，我与全家学会先冲线，让我们一起要世界妥协，学会害怕人生的大冒险。向世界撒野，火力全开，学会先冲线，让我们一起要世界妥协，谁会害怕人生的大冒险。